包子太大了。这面这包子，朋友们，这个馅儿啊，这个肉丸，面软，好吃就行了。买了几个鹅蛋，最大音量，最大音量。这西红柿怎么卖的？西红柿两块多，三块。这叫啥西红柿？塞罗迪。我他妈掏你！卖的？十块钱给你三斤。先尝口。大概先问。啊？这西红柿怎么卖的？两块五这个。这啥啥辣椒啊？椒叫裤头椒，柿子椒。哪个是裤头椒？哪个柿子椒？那条短的是裤头椒，长的是裤。嗯。名字叫绿岭啊，这个什么苦瓜呢？苦瓜，苦瓜怎么卖的？苦瓜两个一个，我也烧。二十点的都这样，来几个？这个，这有四个，要不了。哎，西红柿啊？也是四个一吊的，要不了那么多。哎，这个来一个大点的，四个。四，行。四块，行。4块8块，就一点五条数。茄子来也才四颗吧。在4块，我给他叠的呀。那个这也是普罗旺斯？那不是，那是大铁皮，铁皮不是响的吗？对呀、啊，铁皮，这铁皮怎么卖的？在4块钱。4块。走了，这大棚里吗？这长的。大棚里头。那你不摘也不行啊。对呀。眼瞅着熟了。是给两杆级的。生的好吃。但是它长熟也是这个色吗？长熟了也红色，但是红色它也是皮厚。对，是皮厚硬啊。嗯。就为啥叫铁皮呢？4块。是铁皮的。是铁皮，一看就铁皮。那边的呢？这大铁皮是吧？这大的。那这叫小铁皮，一样。不是，它这个就是赶上这一肚子行。哎呦，这天大了，行了。这17.5，30。18块钱。啊，这多好，买大盒呢，10块钱买大盒。哦，现在不便宜了吗？哎，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做夫妻的师傅，给我们家做夫妻来了，上房顶的夫妻。我呢，今天是赶了个集。赶集以后呢，那个集上卖，哎呦，帽子没摘啊，就是我今天赶了个集呀、啊，我才知道这个什么样子都有卖的了，辣椒、茄子、西红柿，佛手瓜，我买的颗佛手瓜，摘一颗，都，我今天真没买，没少买，我光买秧子就花了，就是那个什么籽儿，我花了是。种子我花了30块钱的，秧子我花了是48块钱的，就我今天是赶集，48块钱的秧子，30块钱的籽儿。你看那个门口那些秧子，就我买一点就草莓，就不经常吃了。你说你咋又买这个玩意儿？我说又不经常吃，偶尔吃一下吧，买一点草莓。又买了几个，这不是鹅蛋吗？我看这个鹅蛋也不太整齐，本来我想多买几个，我看不太整齐，我就买了4个。哎，哎，不少，你最先不是现在走？从这儿来还是从这儿来？从这儿来。从这儿来吧。从这儿来。不好看就是，不好看就不好看吧。
但是下边宽着点。哎，对，占地方低吧？对，不能占地方。是，因为头两步基本上用。对，用不着，但是。你看，啊，这啊啊，这样子我顺手就能拿着了。对，行，行，按理说要好看，当然了，咱们放下来好看，但是在这咱们地方太小，不太适合。对，嗯，那根据师傅的那个什么吧，意见建议，你考虑比较周到。就是从安全方面来说，比较。嗯，对对，但是你是。天天的上下倒腾东西，不是倒腾上下，不是方便吗？电梯不占地方，关键是我是那么想的。你这个不是占地方吗？电梯咱挨着墙根没事啊，你这个整个占的啊，是那意思吧？电梯，我不知道你会按电梯，你也没告诉我你按电梯。你要知道，你说你会按电梯，我就按一个电梯了呀。电梯经常得维修是吧？你的意思啊？维护很重要哈。不如这个没有那么多的后患。你说的也是对。行，以后有条件再说吧。以后你要是技术成熟的话，不是那样好电梯，你给我安一个。反正这东西就是功能越多。出现问题，对对，你别说咱自己那啥那个，嗯，那你看咱现在小区装了，没有几个月八不出事儿的，不管大问题小问题，或者是到哪层不停啊，是大问题小问题都得有点。是是，行啊。没有什么东西、啊。咱就按这个步梯吧。哎，这条板子行不？这不是没用的吗？没用，刚才。焊梯子，焊那个布梯，那个布梯买了五花肉，买的后秋，看，给它洗一洗，给它剁了，一会儿我们包包子吃。谁呀、啊？你呀、啊？到这干啥去？我不在，今天在那管上去。干不在？你干啥？啊？你这干啥？一块整。我管也不对啊。啊，那你算你啥意思？我没管去吧，管。干啥？干啥？家有管啊？不在，人不在，他回来的呀。下午才回来。不能急。
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刚才其实这个馒头，现在要已经蒸上了。嗯，我是一个拿那个玻璃那个盆呢，那个盆我就发的面呢，面发了，我拿过来一扣，不小心，哎，啥呀？扣到地下了。哎，你拿那几个鸡蛋？哦，咱家啊啊，这啊，对，种的是不能长那锅。木薯，我不知道呢，来，咱种种试试，就在一块儿。扔里头试试。哎，不啊，扔里头试试。你搁那，我专门扔一个地方。有头吗？没有头啊。没头才能。不是哦，木薯是接上那个棍儿，上面那个秧，拿那个做那什么？啊，这肯定，我估计扔的肯定长。长。找试试，啥呀？插排哪去？那下房里有插排。刚才说的，把那盆儿整个就扣在地下了，和那面都白搭了，锅里盆也打了，我又重新发的面。嗯，干什么事儿？手太毛了。嗯，这大包子，大包子，山东大包子。山东大包子，朋友们，这是山东大包子吗？老李嫌肉多了，这样才香啊，对吧，朋友们？这样才香啊！哎呀，往这把咸菜咋还都拿上来了？吃包子呢？包子这万一想吃咸菜，粥呢？粥呢？不是？看这个包子呀，面太软了，蒸着，你看都塌了。这个馅儿啊，这个肉丸面软，好吃就行了。啊，你尝尝，嗯，太好吃了。朋友们，真好吃，怎么样？好吃，本来这萝卜馅的，萝卜馅的，好香啊！嗯。你这就吃不出萝卜馅了，肉太多了，好多了，肉很薄，好薄啊！肉多了，肉太多了，看看呀。是吧？以后这个包你蒸凉一下。听没有？好。蒸凉一下，肉多的这个肉少的，我还吃肉少的。
这全是肉了。咱肉多香啊，香就行了呗，不是哪事儿啊。吃蒜，天天薄饼大馅儿，这包子。这两个就太多了，给你们扔了，这得多大个大包子？回去，来，回去。这个包子还几乎就没皮了，不吃了，你们都不吃？嗯，妈的，妈，吃两个不行，吃两个最多，吃够了。